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唔八宝，台语安尼写，唔八宝，唔知影好保守，不知道要宝贝珍惜，就是唔八宝。另个皮有真济对身体有帮助的营养物质，但是济济人唔八宝，食另个拢甲皮下掉。这间公司的主管唔八宝，为着要安插家己人。竟然把认真负责的资深员工逼走，这是公司的大损失。啊，你真正唔捌报，山奶看作姜母。山奶是一种的食物，会当做烹料，啊，甲菌抓来啉，嘛是真好的健胃剂。山奶阁叫做山姜，也即是台湾山姜。啊，真侪人会甲较珍贵的山奶误解做一般的山姜，所以才有这句古早话。唔捌宝，山内看作姜母。另外一句俗语：老人唔讲故，少年唔捌宝。老大人无讲故事，少年人唔知好报效。也就是听老大人讲故事，才知觉到原来老人有遐多知识甲经历，是少年家唔知唔捌的。所以就爱知影，甲长辈来请教，学习着因宝贵的经验。今仔日的台语字。唔八宝，实在真趣味。